华为 Mate 10较早前在德国首发，20号终于在国内发布。这款新机啊，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惊喜呢？一起开箱看看。华为 Mate 10的盒子跟去年的 Mate 9相比没什么变化，依旧走的是黑底金字的商务风。除了手机啊，配件包括了充电插头、USB Type-C 数据线以及耳机线。由于 Mate 10保留了 3.5 毫米耳机孔，因此呢，标配的耳机依然是 3.5 毫米插头。至于充电插头呢，最高支持5伏 4.5 安，即 22.5 瓦的快充。此外呢，随机附送的保护壳啊，也是华为高端机型的常态。特别是今年 Mate 10改用玻璃后盖之后，一个简单的保护套也会变得尤为重要。开机的过程中呢，我们可以顺便撕掉背部和屏幕的保护膜，当然你可以选择保留正面那层出厂的贴膜，不过个人啊肯定不会留着，毕竟直接触碰到出油层的快感大家都会想要体验一下，不是吗？对了，华为 Mate 10跟 Mate 10 Pro 不同啊，前者只支持 IP53 防液体泼溅，所以呢奉劝各位千万不要随意模仿。华为 Mate 10藏的是 16:9 2K 分辨率的 LCD 屏幕，虽然正面面板还是加入了指纹识别模块，但按照官方的数据啊， Mate 10的屏占比要比18:9屏幕的 Mate 10 Pro 更高，并且呢机身宽度真的不大。不过在比例和屏幕尺寸的双重影响下，华为 Mate 10放在 iPhone 8 Plus 和 Galaxy S 8 Plus 中间时，看起来啊总有一种胖胖的感觉。需要注意的是啊，华为 Mate 10的听筒也对外放起到一定的帮助作用。如果说机身下方的扬声器是拉主调的话，那么听筒部分可以说是对高频和人声的一些补充，并且呢能够营造出立体声的氛围。根据华为商城曝光的信息啊，国内呢还将有4+32和6+128的版本可以选择。由于 Mate 10运行的 EMUI 8.0 是基于安卓 8.0 的，因此类似图标快捷菜单这样的功能啊就被延续了过来。不过比起原生的图标快捷菜单，华为桌面的按压时间啊要比前者明显要长很多，估计啊是怕目标用户年纪太大，响应时间短了容易误操作。另外通过两指长按文字可以激活类似锤子 Big Bang 的分词功能，文字中如果包含电影、地名等关键词，下方呢还会出现详细介绍。这个功能啊在之前的荣耀 Magic 中试过水，看来是效果不错才会被引入到 EMUI 来。拍照方面，全新的 AI 摄影啊，经过逾百万张照片的训练，在拍摄过程中能够实时的识别13种场景或者物体，比如人像或者食物什么的，并且针对拍摄的对象呢进行自动参数设置和成像调教。至于那些 Mate 9时代就有的人像模式啊、大光圈模式什么的就不必多说了，不过动态照片这个功能啊倒是可以留意一下，毕竟呢原生安卓引入后，相信大部分厂商啊都会将它作为必备的功能之一。我们都知道华为在做通讯这块是出了名的厉害，今年的华为 Mate 10除了支持双卡双待之外呢，还支持双卡 4G 网络。最后华为 Mate 10加入了 PC 模式，只需要一根 USB Type-C 转 HDMI 线连接显示器或者电视后就能进入 PC 模式了，这已经是甩三星 DeX 几条街了。重点是进入 PC 模式啊，也不会影响手机的正常使用，而且呢，手机还能充当触控板和虚拟键盘，可以说是完爆 DeX。 那要说令人遗憾的地方，首先 Mate 10没有使用今年逐渐成为主流的18:9比例屏幕，然后防水防尘级别那没有达到 Mate 10 Pro 同等级的 IP67， 最后虽然用上了双面玻璃机身了，但是没有跟三星苹果新机一样支持较为方便的无线充电功能。好了，华为 Mate 10的开箱和亮点特色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，欢迎关注蜂巢科技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好机油，我们下期见。